时光如千烟花的逝去，两天的盛会也将慢慢的接近压轴，接近尾声。我们珍惜这次难得相聚的相约，我们团聚在一起听课，在一起用餐，如此的场面多么的壮观，如此的融合多么的温馨，我们深感荣幸，也深感的殊胜。我们感恩在此承蒙前人给了师们辛苦的时间开始，让新一部学们解开了多少迷思和疑惑，更深深的体会到前人们报道手艺的赤诚，在自觉觉察的理念当中生根了。前人们救度众生的宏愿，已在慈悲惜舍的岁月里面开花了。前人们牺牲奉献的圣德，在艰苦卓绝的歌声当中结果。今后先一步学如何展望未来，承担未来新传的重责大任。在下面的这一节课里面，我们恭请中华民国永万道总会理事长，也就是我们南新单位大家长所要生产的大家长王全仁姊妹，让我们非常的